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那么上一讲的话，我们讲到了进程的状态。那么这个图的话，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进程的五状态啊。我们说进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那么它会在这五个状态之间来进行迁移。那么我们的操作系统怎么知道我的进程当前是在哪个状态呢？我们说我们需要把这个状态保存下来。那么这个状态应该保存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讲进程概念的时候，我们说一个进程由三部分组成，是吧？一个是 program，就是它的程序，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数据，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 PCB。那我们进程相关的一些信息，包括它的状态，就保存在这个 PCB 里面。那么 PCB 是什么？PCB 就是进程控制块儿啊。那么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结构。那么这个数据结构我们用来记录进程的所有的外部特征，包括描述进程动态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都把它记录在 PCB 里面。那么这个 PCB 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结构，那么在操作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每当我们创建一个进程的时候，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PCB。那么这个 PCB 会伴随着进程的全过程，直到进程撤销而撤销。也就是说，PCB 是操作系统来感知进程存在的唯一的一个标志。那么 PCB 和进程之间，它是一一对应的，有一个 PCB 就会有一个进程，或者说有一个进程就会有一个 PCB。那么这个 PCB 呢，它会经常会被系统访问到，所以这个 PCB 通常我们是常驻内存的。那么这个 PCB 里面，我们说它保存了跟进程相关的信息，那么到底都有哪一些跟进程相关的信息呢？大概有这么几类啊。我们第一个看一下，首先它保存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进程的状态啊。那么第二个，它还保存了程序计数器啊 ，PC program。那么还有什么 CPU 的寄存器、CPU 的调度信息、内存管理信息、记账信息和 I/O 的状态信息。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数据我们都会存在 PCB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里面。那么下面我们依次来看一下这些特征。那首先我们说进程的标识符，也就是说一个进程它应该有一个名字，是吧？那么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个进程呢？我们就用这个进程标识符。那么这个标识符可以是字符串，也可以是一个数字啊。比方说在 Unix 里面，它就是用一个整数来表示一个进程给它了一个编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进程的状态status。那么它表示进程当前所处的状态，比方说你是在就绪，还是在运行，还是在等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PC 程序计数器。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进程是程序的一个执行过程，所以它必然要有一个 PC 指针来指向下一个要执行的指令，它的地址在哪里。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 CPU 的保护或者是 CPU 的现场的一些信息。那为什么要这个信息呢？原因就在于在多道的时候，有多个进程会去竞争使用 CPU， 那一次只能用一个。那么当进程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够继续占用 CPU 的时候，它就必须要释放 CPU， 让其他的进程来用。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应该需要把它当时的 CPU 的各种状态信息保存下来。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下一次它再能够得到 CPU 的时候，它要从这个点继续往下运行，因此它要把它保存下来。所以这也是PCB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那么还有就是 CPU 的调度信息那么包括 CPU 的优先级调度队列的指针等等。那么这部分我们在后面 CPU 调度的时候还会再提到。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跟内存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知道进程也罢或者程序也罢，它要执行总是要放到内存，那放在内存的什么地方呢？对吧？我们要知道它的基址是什么，限址是什么，对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在这里面保存一些记账的信息，包括它用了 CPU 多长时间呢然后作业或者进程的数量有多少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还有就是 I/O 的一些状态的信息以及通信的一些信息。总而言之，在这个 PCB 里面，它就保存了所有跟进程相关的一些信息都会存在这个里面。那我们说 PCB 和进程是一一对应的，那有一个进程就会有一个 PCB， 那么我们在系统中有成千上万个进程，那么就会有这么多个 PCB， 那么怎么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呢？那么通常我们会把它放在内存的一个固定的区域来构成一个 PCB 表，那么这个 PCB 表的个数就决定了在这个系统中我最多可以有多少个进程来并发，我们也称为系统并发的度。
那么这个 PCB 表通常是以某种方式来组织起来的，那么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链接啊，一种是索引。那么链接的话就是把这个 PCB 通过链表的方式把它链起来，那索引的话就是我建立一个索引表啊，把这些 PCB 表来建立这样一个索引，把它组织起来。那么这个图的话是我给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在 Solaris 啊，是一个操作系统，那么在这个里面它给出来的它的 PCB 里面都存在了哪些信息啊，我们可以来对照的看一下啊。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前面讲这里面存的就是所有跟进程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进程的状态，对吧，比方说内存的地址空间啊，然后硬件的这个上下文，就 CPU 切换的时候啊，一些上下文，还有我调度的一些信息，优先级等等，然后包括进程的编号，然后进程的组号或者它的副进程号，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进程打开的一些文件，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的一些绘画的一些信息啊等等。那么所以大家会看到在这个 PCB 里面就包含了什么，所有跟这个进程相关的一些信息。好，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儿。